大家看到他们是非常高级的公司，这些是非常几十万的金啊，几十万的金来做的。OK， 所以我们就是选择一些他们搞特价的，搞特价的。那这个，但我看就这个挺特别，他们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每款只有一个2300，都是18K 钻石的。这个，这个要像一个豆，要像一个鲍鱼，很特别。哎呀，唔使你过去住啦，Rachel送你过嚟吗？送咩过？5000，5000，都是很重的，18K，都是自己设计定做。啊，地中海嗰个咩？这个是4000。做咩事啊？嚟呢度攞货吗？攞货。系啊，佢送嚟啊。都是重量级。系啊，住喺文华酒店。文华酒店。呢度就係樓上係文華酒店嚇，係啊，嗱，這個你來解釋一下，這個概念是什麼概念？這個中間這個是 sapphire no heat 的，哦，沒有 heat 的，啊，沒有燒的，有雕刻的，有 carving 的，旁邊是 emerald， 是哥倫比亞的，啊，這個價錢也是很好的，一万五燒的，对，一万五，挺特別的，還有對啊，香的很特別嘛，簡單，對，啊，有，啊，剛才這個。很特别，就是有香薰啊，可以打开的，可以打开，旁边是打开的啊，打开可以摆香氛啊，或者心脏那个雀心脏的那个起波菌啊，对，很好用，这个是玫瑰菌，嗯，很细致，很细致，香的很细致，嗯。然后这个又是什么概念呢？这个也是啊，这个就是一个很新潮的，很有现代感的戒指呢。这个戒指吊坠两用，应该可以两用。可以啊，可以穿条链就可以了，变成吊坠。你看钻石也是非常亮，对，非常亮，手工。这个3500，意大利，这个意大利，意大利。OK， 然后这个是 rose cut 的 ，rose cut 钻石，仿古香港的，好像 vintage 那个时代的，对。8000块，两颗都很干净，那个 rose cut， 嗯，然后这也是 rose cut， 这也是 rose cut， 都是18K 的，18K 的，嗯，5500，好像 vintage 那种，像，然后这个黑钻白钻，黑钻白钻这个就是 fashion 了啊，现代的比较，5500，手做，都手做的，